好大胆的想法，就是有没有观众可以帮我录一录份谱，有没有人可以，没人收我就尴尬，因为我今天只是拿了部电话出来，就没有手可以看到份谱，有没有人可以得闲帮我录一录部电话。好，不要紧，我自己录就 OK。如果说也许还是那样过，我是万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耀眼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羡慕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，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念念